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我来还债啊，之前欠知启和最右50个深蹲啊，100斤已经摆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，50个这个分量有点多，所以说不知道能不能一口气完成。如果一次完成不了，就分两次，但是欠的债一定会还干净。走。没想到我的体能非常的 OK， 我再附送你们一个100公斤的，我再蹲10个吧。